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秦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的小剧种多达360种之多。仅在我们陕西呀，除了秦腔、梅户、碗碗腔之外，还有大家伙也比较熟悉的汉调广广、商洛花鼓、鱼骨山歌、阿公腔等多个小剧种。那小剧种呢，既是一种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当地人精神的一种表达和寄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弦板腔。首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做客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丁良生老师。大家好，我是丁良生。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前线人民剧团副团长宋孝如。大家好，我是前线人民剧团副团长宋孝如。再次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两位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弦板腔的历史以及代表的剧目、代表性的艺人有哪些。这就请宋团长给我。好，这个弦板腔起源于宋代，这是很早前是老剧种。最早反正我记忆当中，就是我们前线马连的那个火镇啊，有马连有个剧社专门唱弦板，那是皮影戏，叫个歌连说书，实际上就是那皮影。对，皮影戏。就前线人民剧团把皮影戏搬上了大戏舞台，这是前线人民剧团搬上去的。嗯。啊，2006年被国家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曾代表在陕西省参加了全国北戏汇演，这个意义非常大。专门在当地制作了一块石头，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弦板腔，永久性。不是那个昆山办了个那个北戏林嘛，北戏林不永久就把那一块石头就嵌在那个北戏林之中，捐赠了那个弦板腔的板子，包括咱一些剧本、音乐、舞美东西，好多东西都捐赠，代表陕西省参加全国这个昆山盛典。对，曾经有一次，我们复排那个弦板腔紫金簪，在前线这个人民广场第一广场演出，那真正的是感受到。扎根到人民群众生活当中的。当时我是个乐队出身，敲鼓的，就这个紫金簪还敲这个戏着呢，四鼓。对，当时有一半唱腔，就在绿海学院那一半唱腔，可以说是万人齐唱。对，所以说弦板腔，也是扎根于这个群众之中。那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演唱弦板腔的老艺术家都有哪些？现在咱们剧团有两位国家级传承人，一位是搞乐队的二弦，这弦板就是那个弦，李婷老师，那老师现在身体已经每况一下，身体不行，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老艺人叫丁碧霞，他小名叫我前些子叫丁叔叔，现在已经81岁了。这个前线剧团现在也着重于培养这个年轻人。对，你像板子的、二弦的，现在都有年轻娃子带着就学着，这是个好消息啊！但通过宋团长这么一介绍，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咱们的这个小剧种从小地方走到了全国的大舞台上。我觉得咱们的前线人民剧团对于这样一种小剧种弦板腔的保护和传承，真的是功不可没，所以呢，它才能够列入到咱们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啊，所以呢，要向你们致敬，为你们点赞，感谢。好，感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段非常精彩的弦板腔的演唱。天，你留万万
这叫我给你掏萝卜去了不？哎，我叫你去掏白萝卜，你怎么今掏是红萝卜呀？哦，掏错了。来，你来我领个头。哎，说了，花是先帮我烧锅做豆腐。哦，你说是烧火？我会。豆腐我给你烧一夜的、啊、快养快养，我都养了吧，我手啊烫的啊。家里的活叫你是越帮越忙了，去拿点钱给咱上去办年货去。娘啊，总不会算账吗？哎，学一学就会了吗？来，我教你，这是十文钱，五文鸽子肉，两文买年果，一文称条货，一文结花子，这一文欠个早山，记下了没有？记下了。五文穷子肉，一文鸽早山。错了，我记不下来。来，你去。我不能去呀。你可咋不能去？一来家里忙走不开，二来学校路滑，我去不了。我把你背上。啊，那又背着媳妇干净的你，叫人看见笑死了。你再想人说，那我要怎么办法呢？要是咱爹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Thank you.
长短小娘家也泪流干，老天活我还难别把我你娘送给我，说的一家人怎能说两家话呢？好了好了，包括了换件新的衣服，我再叫你几遍，赶紧去。穷自如，哎，我自如怕啊，不能穷。两碗春年过，一碗春桥货，一碗结花子来，这，哎，啊，借钱的，这一碗钱呢，叫我给他请个早神爷呢。哎呀，我的妈呀，这啥东西把我绊倒了！啊，是，嗨嗨嗨，娘子快来！啥事情把你晃的？咋卖裤呢？是。卖。
慢点说。啊，死了个人！啊，快去看看。不，原来是位老人。哎呀，话又起你，石涵哥，咱快救救他呀！嗯，咱爸咱妈说了，我助人命，守活十年女。哎，原是天寿十年。天，俺寿十年。嗯，那把我。凑到我基本上叫我背到咱屋里坐。嗯。讲堂去，对，老贝，你醒一醒，醒一醒，老贝。老丈人。啊，要叫老贝你。哦，叫老贝你，老贝，活够讲堂乱乱身。老贝，醒一醒。哎，把老贝这脚都冻了，把我这帽子给戴上。老贝，你醒一醒。老贝，这我是到了哪里了？老贝呀，你在我家门前冻昏了。哦，多谢救命之恩，我不打搅你们了。老贝，你不能走。这日活死的呀！哎呀，老贝。你五个脚比我这毡帽可值钱多了。老贝呀，你是哪里人士？为何落到这般光景呢？老贝，你就实说一下。不孝敬老人的话，还东西呢。哎，石涵哥。啊！依我看，这位老辈无依无靠，实在是可怜。咱两口不如把他认个干爹，还岂不甚好？哎呀，你跟我想在一块去了，咱这个家里又疼我的媳妇，没有爱我的爸。咱认下这个爸，就有人爱我这个娃，叫我给老辈说去。快！哎，老丈人。啊！你要叫老辈你？又叫错了。哎，老辈，你我两口把你想认个干爹。谢哦。歇会我就走。老贝，二龙，你声大一点说。哦，好，耳朵背的很。老贝啊！啊！俺娘，
俺娘啊，俺娘我俩苦把你想这个，干你啊！你住在我家里，别住了啊！哎呀，像我一个穷要饭的，担当不起！哎，老辈呀！气愤而喊胆，我父亲把你当亲爹待，不依正房不房姐。你有病啊，去八月台，明朝就在灵子宴，这百年后，我与你的配马把小带，我饿了，陪你去养岳父岳母，你吃。娘我说的我是来实话嘛，老伯，你老人家就是常年的病在这个家里，我俩苦子是就你养你，绝不嫌弃你。哎呀，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老汉，即使变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啊，来，我说你答应了。答应了，石汉哥，快给老伯叩头。叩头嘛。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收看到的是秦之声，我们的精彩呢正在继续当中。在前不久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欣赏到了由我们丁良生老师领衔主演的《南北岭的变迁》这样一部显板腔的现代戏啊。当时呢，我记得在采访的时候，丁老师也说，也是第一次去演唱和接触显板腔。那通过试演了之后，能不能现在丁老师给我们来讲讲，显板腔的板式特点，还有唱腔技法都是什么样的？那显板腔这个板式是很简单，就是那么几个，没有秦腔板式那么复杂。它是简板、慢板、斜板，那个斜板这个就是亲戚的，好像。但是你唱起来唱起来呢，跟秦腔完全不一样。为啥不一样？显板腔，等于你不开口，乐队不拉，乐队不伴奏，你一开口，他都在里面，他都给你跟着走。比如说是我上一回在电视节目两个学唱那一段，还有我这后面唱的一些，就是开年王当当里儿啷当，我唱完才走着你。对啊，你不开口唱，后面给你走着。唱起来是半截儿，乐队是半截儿跟进入，半截子往进走。有时候你看他那个爆发力啊，不亚于秦腔。那个爆发力，但是细腻起来也不亚于秦腔。对，所以呢也是各有各的特点。对，咱们整个现在显板腔剧团能有多少人呢？正式员工有十几个，一般都是用的都是长连工啊，全部在一块就是不到五十六个人。那咱们剧团作为显板腔剧团来说啊，怎么样去好的去传承和这个继承啊，咱们显板腔的这门绝技、这门艺术的？后继无人的状况比较严重。你要说是补这个短板的话，还需要得到这个各方面政策支撑。我通过这一次这个南北岭变迁以后，这个剧排练到演出，我感觉现在是县委政府以及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对这个选板腔也很重视。也很重视，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就剧团目前这个现状不是很乐观，这个排练连个地方都没有。所以说我在这呼吁一下，既然给予了这么多的支持，这么多的关心，我想再
把政策再能倾斜一下，不要叫咱们这个宣传腔失传了。对，乐队也好，演员也好，对，都在培养一些新人。嗯，我呼吁一下，能够把剧团这些个老前辈、老同志，希望能够多多关照一下，多多关心一下，能不能给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有个地方，就好好在一块儿把这个排练呀、演唱啊，对吧？把这个事情继续能够搞好，要不然的话就失传了。进了一个地方，哦，就失传了，太可惜了，太可惜，太可惜。嗯，所以呢，丁老师呢也替大家说出了，也表达了心声啊。反正我们希望弦满腔能够继续生生不息。好，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非常精彩的弦满腔的演唱。本栏目由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舒筋健腰丸赞助播出。高丽不假，昨晚发生刀案，生月下堂是夜入花园，眼见不从杀死丫鬟，命你赶快捉拿凶犯，明儿表扬口供，若不口供，小心的七品。前朝，哎呦我的妈呀！啊，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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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还有气的，哦，纵坏情怀，本县即刻捉拿凶犯，审下口供，遣送高府，不得一万。哎，是是是。可是火前一子受其下堂是到案。我想考元贵身为吏部大臣，是我的上司，此案若败得臣特协议，特还可把我这个官儿哎往上提的一级哦。干嘛死吧，参知府参。下在你是下场司，宋元在身日红满，就该指使明理，为祸行凶，杀人！夫差，此话从何说起呀？高大人勾引，夜入花园，眼见不从，杀死呀！快！哎呀，夫差，宋元奉公守法，怎敢熊熊杀人，还望夫差明察。嘿嘿，你都退了个干净，我劝你从实招人，本县花可与你陛下留情啊。请问夫差，高府高僧人杀人有何情长？高大人之言还有错吗？夫差，以宋元看来，必是高吏部栽赃陷害，还望夫差上。
行，治国开国，哎，有危险，我一笔下开国。似乎正是糊里糊涂来转弯，咱能先从那等啊？马上狂上风大奔，目中无有父母烦，梦想空大把把奔，我滚花园大摇摆。高元贵奔死十里面，吴知县不奔八人院。走，好一狂徒，乱马官府哪里用得来？哦，一个大站住！凭你这七品堂上有没有打我秀才的本事？咋的个话？没有打你的本子，可有吃你的鬼子？来，哟！只言一切，下本日学老师。就说下场时人间不从，杀死丫鬟，背回日门，发血是命啊！哎呀，福太，若是高府丫鬟比人撒欢，比骊山府又快。何以见得？骊山府昨晚约我回文，得知花园约会之事，是他用酒将我灌醉，冒名前去，也是有此。哎，满口胡道。高大人勾的是你，你怎么拉起李公子来了？何况骊山府乃是世家公子，知识名利，分明意思先黑后人，哪里用得人来？一个大，慢慢慢住！身为民子父母，你竟敢如此无趣杀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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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糊里糊涂收家，你儿在身。妈妈妈住！是臣子啊，不错。哎，臣子啊，上崇光堂改道何罪？无知先呐、啊！哎，高官你，高吏不贤，臣忏悔。你竟然无良为盗，老夫问罪不成。当一命冤冤，哈哈，陈生啊，你二人串通一气，下场是高富强劫，你有做的份子，哪里用得来一个守家高官？守家高官，守家收下，收下，选手宋德堂，疯子宣察沿海民情，来自定海县境。
领警察大人查院伺候。中军大哟，大刀查院，大刀查院。哎，辛苦了，跪下。大人，死的勉强如何？官司清官，民事是民呀。李世民之子的善父你，李公子日学僧院，俺非受计。走。禀大人，将。有请姚晨。什么什么机遇，本院是才接了三桩搜查，俱是刁民控告犯事，本院视觉其恼，已于种种处置，以儆效尤。大人高见，像这样刁叶子民，若不严惩处置，况为何患？学生一在学识台前，儿子人的良心，已与接送二位同生死案，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法正要紧，俺定一方，我等我从。众军在，传殿升堂，杀！Thank you.
传三女差员回话。传三女差员回话。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把中国戏曲比作一条大河，那小剧种就是其中绚丽的浪花。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弦板腔能够代代有传人，能够生生不息。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的琴之声，不见不散，再见。